着绳索缓缓登船，进到船舱内，每一处看个仔细，甚至拿出手机这边拍哪边拍，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，每个细节都不放过，再三确认这可不是什么货轮参观行程，而是下个月这艘货轮即将拍卖。有一次在基隆标没有标到，海巡署退下来的没有标到，那个海岛国我们需要这些船只了，最主要是看它的里面的机械跟设备了。评估它的底标288嘛，那288本身就应该是这条船的这个钢架。看它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零件设施还不晓得。要评估完之后才可以决定投标的资格。这一艘飞燕号1996年建造，总吨位491吨，船长50.4公尺，船宽9.6公尺。今年8月涉入毒品走私案件，从越南外海再运到高雄港，运毒货轮飞燕号遭高雄地检署查缉扣押，因为长时间停泊码头，除了机械性能恐有不良影响，同时间也产生大量的停靠费、移泊费等相关费用，因此才会委托拍卖事宜。预计明年1月2号进行拍卖，起拍价288万元。为了保全这艘船舶的价值，嘱托高雄分署予以变价拍卖。此艘货轮底价为288万元。28号上午开放民众登船参观，吸引不少有兴趣者。究竟谁会成为下一位货轮有缘者？会以多少金额拍下飞燕号，也成为关注焦点。华新闻林婉容、浩北高雄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